桃园市太阳国小就到桃园国际机场附近嘞，每系进行神发教育、亲子篇的素材，从太阳起家长、非常的协力，就办了一场一座世世出神的培养遗传创意料理比赛，主题爱激发出学生的案头创意，每爱大帮设计来组织来了解和做下做些无按改，其实是当辛苦的。韩国青料是用菜体的青菜果子来组织，安尼对环境较好。最初是记录武汉制造料理培养基础，为本台宁沙市看那记录个创意。参加个学生呢，用恁切菜，用恁料理，用恁摆盘，团队合作，搭沙是爱点出好功夫。虽然有点紧张，不过完成作品都值得动欢喜。我想要就是研究好吃的菜煮给妈妈吃，也希望来增进自己的厨艺。因为喜欢做菜，所以参加这个比赛，然后煮菜给爸爸妈妈吃。台湾企家长会长协会讲，了解家长有程度的方式，也摆透过书本以外的法通，本食我自家来做，唔但结合土壤防控上嘅菜体特色，每本学生了解食农教育嘅重要。办这个活动呢，主要宗旨呢是让我们的学生了解食农教育的重要，还有体会农人的辛苦，还有体会我们父母呢平时三餐为我们烹煮分煮的辛苦。土壤是教育局讲，1988年新课纲就会开始嘞。果然是国中小都推出特色课程，土壤国际基础的土壤是太阳气。两百四十出生不让基餐从事料理比赛，做得发展出结合菜地特色的课程内容，还做得本身学好多料理有机鲜食，做得讲起热气量得。下加新闻罗安塔，土壤报道。